徐帆养女现身机场，长相引人注目，网友说这女孩可真幸运。冯小刚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冯思雨是冯小刚和前妻的孩子，徐朵则是冯小刚和徐帆的养女，看母女俩现身机场一路有说有笑，徐帆更是将女儿揽在怀里，看得出感情很好。不过看了徐帆的养女，网友们感叹她的长相引人注目，网友表示这女孩可真幸运。还有网友开玩笑说还缺女儿吗？年方18，长得貌美如花那种。其实小孩子看不出来美与丑，正所谓女大18变，以后长成什么样子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对于冯小刚和徐帆俩人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外界传言众多，更有人说因为冯小刚的白癜风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，还有人说是徐帆无法生育。如今有了徐朵，两个人对孩子疼爱有加，相信他们都能成为好的父母。